这个是猴哥，是工地上搬砖最快的男人，每点一下屏幕就能搬十块砖。哥，我直接无敌。然而今天居然有人对猴哥表示不服，非要和我比比搬砖速度。谁呀？这么大胆子？嗨！哎，你谁呀？你什么身份呢？英雄可以受委屈，但是你不能踩我的切尔西。好家伙，怎么是你呀，蓝色妖精？就算你有切尔西，冲起来也就是跑得快点儿。兄弟们，支持猴哥的扣一，支持蓝色妖精的扣二，请让我看到满屏的一，好不好？比搬砖，猴哥不可能输。你别笑，我去，我这点一下才搬十块砖，蓝色妖姬点一下居然能搬200块砖，关键他还是用脚搬的呀，拜托，面弱哎。行，蓝色妖姬你给我等着，我先花钱给自己升个级。这钱不够了。哎，猴哥赶紧搬砖挣钱呢。毁灭吧，赶紧。这怎么还没动力了呢？是不是需要兄弟们给你点点赞啊？对对对啊，那来吧兄弟们，朝这里长按点赞，点多少个赞就让猴哥搬多少块砖。 1 hour later，兄弟们快看，现在我每点一下屏幕就能搬100块砖头，四根手指一起不就是400块啦。除此之外，我还邀请了一位小姐姐给我在搬砖的时候加油打气。加油，奥利给！啊，没事，咱猴哥就是喜欢女汉子。来吧蓝色妖姬，今天让你知道谁才是搬砖之王。哎呀，我都搬了10000多块了，你这咋还没过万呢？咋回事啊？切尔西甩丢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轻松拿下胜利。后面呢，咱猴哥也是一路过关斩将，什么大力水手、牛魔王，通通不是我的对手。甚至有的人被我的搬砖速度惊到，当场愣在原地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不是我吹啊，兄弟们，就这个工地已经没有搬砖能赢过我的人了。想挑战我的，我随时奉陪。我来。看这身打扮，莫非你是唐僧？这么聪明吗，老铁？行，师傅，可别怪我欺负你啊，我会早点结束战斗的。 A few inches later，哎呀，轻轻松松就搬了10000块。师傅你慢点，别闪着腰，让我看看你搬了多少个十百十七万。过去啊，这仔细一看才发现，师傅每次居然能搬25000块砖头。堂堂齐天大圣居然连唐僧都赢不了，大家别点赞了，都改成下次定吧。哎，别呀，点赞的我教你们一个好玩的，弹幕区发送新出快乐，送上祝福的同时还能解锁这个弹幕特效，一举两得，还不赶紧发出来看看呀。必须的。没事啊，让我回去好好升升级，顺便再召唤一个金弓，提升翻倍的力量属性。想要提高搬砖效率，好的装备肯定也少不了，让我看都有些什么。哎呀，蓝色妖姬的切尔西，我说他怎么搬砖这么快，说着这玩意儿可以成6倍的力量，先穿上，再来一盒藿香正气水，增加体力恢复。最后还需要一个增加体力耐久的道具。男人要肾好，就要喝肾宝。肾宝片，听名字就知道很有持久力。嗯，有了这么多装备，这次再试试挑战一下唐僧。你别笑。啊，这看来还是得升级能力才行啊！想赢过唐僧，这起码要升级到每次搬10000块砖头吧？玩呢？挣外快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点开看看，居然是刮刮乐！我现在只有1000多块，那就来张100的。中奖号码是6，来看一下第一排，哎，中奖了！啊，这怎么只有1块钱呢？操！啊，没事啊，还没完。第二排啥也没有，最后一排呢，还是没有啊。我来看，笑死我了，花100块中1块钱，你妥妥的大富专家啊。这刚刚只是练习，这次我提前吸一下各位观众老爷的欧气。现在的我欧气满满，再来一张100的，中奖号码是07，不墨迹了啊，直接全部抹掉。我去，这么多期，发财了呀，这加起来得有10000块钱了。哎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啊，用身上的10000买个10000的刮刮乐。中奖号码是03，我的妈，这一上来就中了个80万，全部抹开，这一张居然中了1000万呢。更
更离谱的还在后面呢，后边我又买了一张10万的刮刮乐，居然中了2亿。就这样我整整刮了一上午，从一开始的1000块钱变成了现在的100多亿。有了这么多钱，想升级啥就升级啥，现在我点一次屏幕能搬10000块砖头，4根手指就是40000块，击败唐僧压根毫无压力，好吧，哎，轻松拿下，以后请叫我搬砖之王。